好，我们来到28页了，从这个 C 开始咯齁。上面的 B 已经讲完了，这个 C 呢，这边有讲说这个 K 在发音的时候双唇自然张开，因为这个 C 大部分时间都是发 K、就是这个气音，无声的气音。然后舌后呢向上拱起，触及软腭，后排臼齿与齿龈，然后软腭提升，阻绝口腔与鼻腔的通道，不振动声带，气流自胸腔流出，阻绝在舌后及软腭之后，而产生一股气压，此时气流暂时闭塞，等待阻绝除去后才突然释出，产生清脆的声响、所以它有快速冲出的意思、由深喉咙所发出的声音力量十足而有力，所以代表快速冲出的物体和其动作，所以有这个 K 的开头 的字啊，就是有这样的意义、那中文同音同义字就是像快啊、光啊，用这样来做联想。第一个例子呢，就是 candle 哈 ，k a k can， 这是 n 的音，然后的 o do candle 就是蜡烛。那上次呢，有网友建议就是我们例句也念一下这样好，那这个那个和尚突然吹熄蜡烛，就是 the monk blew out， 这是过去式blew 本来是 blow 嘛然后这个过去式 blew out。The candle suddenly 就是突然的意思突然吹熄蜡烛。好，第二个 candid， candid k a can the id candid， 公正的、公平的啊，这是坦白的。他总是对我坦白。She is always candid with me。我要用 with。好，第三个 capture k a cCapture 动词捕获俘虏。那个将军昨晚被俘虏了。The general was captured last night。第四个 car 这大家都知道汽车。他们开车上班。They go to work by cars。cars 复数要用 by cars 开车去上班。六个 catch 动词接住抓住 catch 这个应该常看到嘛 catch a cold 感冒 catch catch 他过去总是抓小鸡来当作好玩。 He used to catch little chicken for fun。 第六个 current 流行的形容词现在的 current 他目前是失业的。 He is currently unemployed。 他目前是失业的。第七个 come 来到这个也很常用。侍者将会来点你的菜。 The waiter will come to take your order。 第八个 welcome重音在前面哦。Welcome， 受欢迎的，欢迎。You will always be welcome to come back。解释在下面，你无论什么时候回来都可以，都行哦。You will always be welcome to come back。第九个 ，carry， 运送。第十个 ，celebrate。celebrate 庆祝赞扬。好，第二敲击，无声软腭的阻塞音 k 可代表敲击，这是因为软腭阻塞音 k 的声音听起来像是敲击物体所发出的咳咳声，故引申为敲击的意义。中文同音同义字切、割、砍会有关系，所以第一个 cut， cut， 剪啊、切啊、割啊、砍啊、削啊都是 cut。我们必须定期的剪指甲 ，we must cut our fingernail， 就是指甲。periodically， 这是期间定期的、定期的剪指甲。第二个 carp。
carp carp 挑剔吹毛求疵 carp 第三个 carve carve 雕刻切片割开叫 carve 好第四个 chew 咀嚼像口香糖就叫 chewing gum 咀嚼就是 chew 第五个 chip 切为小片段削 ch 短音的 e p chip 好第六个 chop chop 砍劈的动作 chop 好第七个 comma comma 逗点第八个 coupon 这个蛮常看到的哦礼券啊 赠品啊礼券啊就是 coupon 折价券啊就是 coupon 物库 coupon 第九个 center 中心这个常看到 center 第十个 chop 砍劈的动作第十一个 chopsticks chopsticks 筷子这个单字我记得在国中的时候老师就跟我们讲敲不死踢可死敲不会死踢就会死就是筷子 chopsticks 所以我国中的时候呢这个单字很快就背起来了 chopsticks 筷子好第十二个 club 俱乐部嘛 club 日本人都讲 club 俱乐部 club club 好第三 in fine 的时候坚硬有力而清脆故有坚硬的意义中文同音同义字科科壳第一个 calm 平静的这边有例句尽量保持冷静慢慢的完成它 try to keep calm、哦、尽量保持冷静 and do it slowly 慢慢的做第二个 cancer cancer 癌症嘛、哦、这个常看到 cancer 好的我找到附近有一个桃园区统的11街的汉信家数位科技股奇怪了 Siri 都在偷听我讲话呢放旁边好这边有个大部分的肺癌都是由抽烟引起的这个例句 most of lung cancer 大部分的癌症 caused by smoking caused 就是引起靠什么引起的 by smoking 就是由抽烟引起的 most of lung cancer caused by smoking 第三个 c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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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的寒冷的这房间很冷 it was cold in the room 好这个例句都很简单很好简单的例句就是最好解释这个单字嘛好第四个 cooker 哦这个 cooker 很多人会以为他是厨师因为大部分的只要是人哦 的这个名词都是加 er 像 teach 教书 teacher 就老师嘛所以很多人就以为厨师就是 cooker 他其实错了、哦、如果是 cooker 的话其实是锅子啊厨具啊、哦、那个东西也不是人哦这个比较特别 cooker 然后还有那个 那厨师怎么讲厨师就是 cook C-O-O-K 就是 cook、哦、cook 可以当动词煮东西它也可以当名词厨师都叫 cook、哦、不要讲 cooker cooker 是锅具哦好锅子是一个烹煮食物的大型器具A cooker is a large metal 是金属的 device 是设备、哦、device 装置、哦、metal device for cooking food 好第五个 corn 玉米谷粒他爱吃玉米面包
He likes to eat the cornbread. 第六个 corner, k o r cor n r n r corner 角落。有一部车停在街角处。There is a car parking at the corner of the street. 有一辆车。There is a car parking at 就是停 parking at 停在角落 at the corner of the street 街角。第七个 crust 面包皮外壳 crust 面包皮外壳。他喜欢喝有面包屑的汤。He likes to drink the soup with some crusts. 复数哦，加 s 哦 ，crusts. He likes to drink the soup with some crusts. 第八个 ，candy. Candy, a can the e d candy. 尘埃 candy. 哎，我只知道 candy 是糖果，哎，不晓得它是尘灰尘也叫 candy 哦。好，第九个 chalk.Chalk, chalk, 粉笔。第十个 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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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好，第四，高，由深喉咙所发出的声音，音量十足而有力，所以有高亢的意义。中文的同音同义字高 ，cave, cave, cave, 洞穴的意思。好，他们躲在山谷中的洞穴。They hid in the cave of the valley.这个本来是躲的过去式是 hid， 它的原型是 hide，H-I-D-E， 它这个过去式变 H-I-D，hid， 躲在 cave 洞穴里面 of the valley 是山谷，所以 they hid in the cave of the valley， 他们躲在山谷中的洞穴。第二个 church， 哦 church 教堂应该常听到哈 ，church。他每个礼拜都去教堂做礼拜。He goes to church every week. 好，那我们先到30页。下一段影片呢，我们再从第30页开始。